哦，是一只可怜的僵尸。这一千年来，人类都去健身了吗？跑得那么快，这样下去抢不回薯片了呀！哎呦，不要灰心嘛！呸，都是你的锅，才打门一会就被累死了。老天哪，快给我来个大佬吧！你是在找我吗？哎，你谁呀？我就是从蒙哥借来的弗莱迪僵尸，强的鸭皮。真的？能让附近的僵尸变得更快？这个技能有点厉害啊！那必须的，感觉有戏，走走，出去搞事情去。话说这些人类真是猴急，上一个研究所还没研究出成果呢，这又见了一个，今天就来拆掉你好了。看看看看，病毒放哪里好呢？据说附近出现了僵尸。哎，哎，不就僵尸吗？来一个打一个。我去，这么膨胀，就你了，弱鸡病毒 1.0， 揍你！啊呜，上吧法老僵尸，教他们捉人。变智障，变智障。啊，天上出现了奇怪的手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哈哈，知道僵尸的厉害了吧？啊呜啊呜。我去，你吃的挺香啊。哎，有怪手。哈哈，知道怕了吧？赶紧来张自拍。这过分了呀，杰森哥上。啊呜，接下来该你上场了，去吧弗莱迪僵尸。啊呜。哇哦，这速度也太快了。变智障，变智障！我去，再配合上法老僵尸的减速 buff， 人类根本没法跑啊！啊呜啊呜啊呜！哈哈，爽！法老僵尸，原来你和弗莱迪僵尸才是最佳搭档啊！变智障，变智障！等等，你怎么又把自己人变傻了？嘿嘿，毕竟是最佳搭档嘛！呸！快把我机智的弗莱迪僵尸还回来！不得了了，疫苗研究所又被僵尸袭击了。看来我们得加速疫苗的研究啦！哼，那我就得加快破坏的速度了呀！看我再来升级个 DNA， 研究出更强大的僵尸！啊，我来啦！你是吸血鬼僵尸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你身后的大佬呢？大佬，我就是大佬呀！屁嘞，你当年两枪就被反僵尸小队秒了好吗？欺负我记性不好吗？